场上挥舞着你的手，那满是笑颜青春的问候。你的身影荡漾在秋千上，像夏日雨后绿草的清香。我看见你微笑的时候，像夜空划过流星般温柔。我要牵着你的手，在这世界里遨游，努力想要把这未来都看透。我要和你一起走，飞过时间的尽头，无论多久，只要有你就足明知道一个人要走，而且很快就要走到他的终点，就像是他突然塞了块表给你，自己按下倒计时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想要追赶，但你也逃不过手里的时间。如果我们真的留不住他们，那我们学医的意义到底在哪儿？你吃过那个长得很像小雪人的雪糕吗？在我二年级的那个暑假，因为我考试考了双百，我爸破格给我买了一只小雪人。因为舍不得吃，我总在写作业的时候偷偷去看它。本来打算整个暑假都把它留下，可是就在暑假的尾巴，我家的冰箱突然坏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从隔一回去看他，变成了一只守在冰箱前，等着维修叔叔来救下我的小雪人。所以小雪人被救下了。我爸妈当时都在医院加班，维修叔叔来的时候，冰箱已经坏了一整天了。当我得知维修叔叔一定会来，那个等待的下午，我好像安心了一点。或许学医的意义，就像那个维修叔叔对我的意义一样，努力地让我们追上，暂停让小雪人消失的那块秒表。即使有时没办法暂停，我们也可以陪着他，安心地走完这段路。西，你怎么没在房间陪妈妈呀？我帮妈妈洗饭盒去了呀。姐姐怎么和哥哥一起来了？你们不会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什么？知道我妈妈要出院了，我们总算要回家了。阿姨，您，西西，你帮妈妈一个忙，把这个送给你最喜欢的那个护士姐姐，好不好？嗯。坐下说吧。阿姨，你要出院吗？西西陪我在医院待了好几个月了，剩下的时间该换我陪陪他了。可是阿姨，你最近的这个身体情况不太适合出院。你说的阿姨都知道，但是我能陪西西的时间不多了。
我不想在最后的时刻，西西是闻着消毒水的味道跟我分开的。当人生不了天的时候，至少得让自己少留点遗憾。你们说呢？可是阿姨，在医院至少能保证你。一样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跟西西回老家。你们的好意，阿姨心领了。对了，一样，床位的事情，阿姨还没正式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的帮忙，西西晚上还不知道要给护士添多少麻烦呢。床位的事儿你怎么解决的呀？那段时间医院刚好空出一个两人一间的病房，至于床位费是我做家教赚的。我不应该和你吵架，是我情绪没控制好。我没怪你。西西和她妈妈的事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同意，阿姨说要出院，你们为什么不拦住她？现在重症病人出院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现在出院基本等于放弃治疗。不行，我得去医院拦着她，无论如何也得让阿姨继续接受治疗。医生说，已经没有继续治疗的方案了。所以我希望尊重阿姨的决定。可是，我们将心比心吧。如果说阿姨这次不能顺从自己的意愿，那留下的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。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？对，得为阿姨做点什么。我想，我们可以一起送阿姨回去呢。能让她安心一点。好啦，妈妈这样就更漂亮啦。西西，我们回家之后，你有什么愿望想让妈妈帮你实现吗？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嗯，我有三个愿望。三个愿望。演出前几天 ，A 组演员全部要走，你们这是要亡我话剧社呀？对不起，社长，我们真的很想参与演出，但是这一次，我们不得不去。不是，社长。在排这出剧目之前，您不是问过我们每个人关于梁祝的理解吗？是，双双化蝶是很浪漫，可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梁山伯和祝英台没法相互扶持走完人生路，为了弥补遗憾，大家才想出这样的结局。但凡有如果，有可能，谁不愿意陪着自己在意的人走完这一生，哪怕只有一小段。朱老师，这你们都想清楚了，不后悔？嗯，让他们去吧，人留得住，心也留不住啊。可是他们走了，演出怎么办 ？B 组我根本就没怎么排练。社长，你要不指导我们 B 组吧？你祝英台的调度记清楚了吗？还
还没，不过我今天一定可以记住的。就算为了那个小姑娘，我也想试试嘛。社长 ，B 组排练的事情，我和雨石一会儿就去帮忙。那，你看。五月，其实阿姨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了。阿姨，你和西西两个人回家，我们真的不大放心。阿姨跟你保证，我的身体真的没什么大问题。阿姨，我们都理解您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可是你也理解我们。我们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，把你们送回去，我们所有人心里才踏实。可是五月，你们之前，阿姨，就算是为了西西，这件事儿，你就别再回绝了，好吗？啊，对了，阿姨，你们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或者说，你想完成什么心愿？心愿？我的心愿就是完成西西的心愿。师姐。来跟你们讲讲啊，这一包啊是一些基础用药，但凡你们有个头疼脑热的都能解决。还有这个是个电子血压计，你们要记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给西西妈妈测测血压。把袖子撸下，就这样套好之后呢，然后按这个它就自动检测了。还有一些基础的检测设备，到时候我会整理好发到五月的手机上。还有啊，这两包是我给你们准备的干粮，你们在路上饿了的时候，里边有泡面呀、面包什么的，都可以充充饥。当当当当，这一箱是赠品。什么赠品？是我给西西准备的神秘旅行装束，还有你们八个人的。哦，对。我好像没给你们装创可贴和酒精棉，我去拿，等我一下啊。师姐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等着啊。总路程嘛，其实不是很远，但是考虑到爱的身体，我们可以把行程分为两到三天。可是我想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尽量不坐高速，这样在路上要是有什么突发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尽快的就近停车。等一下，好像还有一台吧。要。不，你把东西放下，回去找师姐拿吧。还是你去拿吧。我是故意在给你创造机会。刚刚那句谢谢你之后，明显还有话没说完吗？已经说完了。你确定？之前还不确定，但现在。我心中坦荡。然后就这样，怎么样？所以在时间上我们要往右后推迟。那就这样。哎，这个地方的节奏不太对啊，走吧。
到这儿的时候，你的台词应该说完了，归位，然后你再开始说这一段啊。明白了吗？好吧，咱们再来一遍。对对，咱们先回位，先回到那个。是啊。再来。快拍完了吗？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。怎么了？我还有件大事，可能需要你们帮忙。大事儿？什么呀？一会儿你知道了。你没有听说过动漫里的巴士吗？嗯。有没有兴趣一起造一辆？怎么，这要出远门？嗯，和同学出去一趟，不算太远。出门之前至少应该跟我和你妈吱一声吧。临时决定的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。来不及？来不及你就可以不顾后果擅自做决定，连考试这种事情说不去就不去了吗？爸，就因为我是你爸，在你不清楚犯糊涂的时候，我才有义务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可有些事情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。是，有些事情，我的做法并不能让你满意，甚至可以说是失望。可我现在没有办法就这些问题向你做出解释。但等我过段时间想清楚了，我会给您一个答案。也请您能给我一点时间。路上自己小心点儿。回家的呀？真的吗？嗯，你看 ，surprise！ 哇，这比小丸子的校车还要漂亮，我可以上去吗？当然啦，这可是你的专属校车呢。走吧，咱们出发喽！小丸子，怎么样？偏一朵最远的雨。地平面带上你心里的雨，下在海岸边，流星划过在秋天，消失天际线，想和你看日落海面，转在年轮的圈，旧明信卡片等你画好一个圆，寄回我身边，梦难飘落句点，七月的鲜艳，你还是不舍得走远，你还是住在我心里面。时光的手指间，轻轻地掠过那些无声的湖面，隐藏了多少年走过的路，想写进你的故事里面，不再见。下车吧，徐总。哇！哇！小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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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心啊！是你啊，走不漂亮呀！哎，小心啊！吴越，别怕。Surprise！
叔叔，你怎么听到我的心愿啦？可能是你许愿的时候被灯神听见了呢。那灯神有听见我愿望的后半句吗？后半句是什么呀？我想在风筝上再写个愿望，哥哥姐姐陪我一起吧。行，来。兄弟，多的不说了，感谢。走吧，雨芝。哎，有我呢。西西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跑！跑上！哇！雨石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写了点什么吗？你不会是想以看我愿望作为交换吧？我还是帮你放风筝吧。看完记得快点放线，你看那边的风筝早在天上了。福特，放风筝吗？啊，哎，文静，你说。如果临床医学不适合我，我是不是可以换个专业？就像杨老师那样，做理论研究。鲁迅先生其一从文，冰心女士其一从文，契诃夫先生其一从文，孙中山先生其一从革命，切格瓦拉其一从革命。罗大佑先生，其一从艺，还有，其实我是想说，选什么专业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开心就好。啊！你干嘛缠着我不放呀？大风的锅你让我背。你那个金鱼已经有那么大一只眼睛了，你还来欺负我连眼睛都没花的蝴蝶。我背锅还不行，你还甩给我的小金鱼。你干嘛？还你自由身。掉了掉了掉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小金鱼要带着姑娘回家喽。还有这是我的还是你的？别愣着了，快掉下来了！哎，孙峰，你是不是傻？你自己玩吧。琪琪姐姐，你别生气了，大不了让哥哥再陪你一只蝴蝶。哎，对对对。我陪，我每年都陪你一个。嗯。咦。我不仅陪你风筝，我还陪你放风筝。
行不行啊？没事，我和你一起睡。我们今天起敬一下辛苦的高师傅，好吧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高师傅笑了，哎，高师傅笑了。万年冰山里的羔羊居然还会笑，我的天！哎，我们要不师傅拿刀站起来？饿死了，饿死了。谁要听饭？我要。谢谢。谁还有米饭？你要吃哪个？哎，你们尝尝这个，特别好吃。谢谢老板。这，没有，我没有。这是黑色的，加点。好，吃了这个。来，我给你尝尝这个，还有这个特别好吃。风筝我都帮你吹干了，你干嘛还愁大苦深的瞪着我？那叫苦大仇深，没文化还好意思抢我的饭？没文化真可怕。我说你能给我吃饭吗？好好好，妈妈，你放心吧，这里挺好的。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。好，我知道。那等回学校给你打电话，晚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宋小姐，要不要和我一起共进夜宵啊？哎，你都拒绝我这么多次了，总得答应我一次吧。哎，你坐到这里不要动，我去泡面。你今天有没有哪儿觉得不舒服呀？没有，都挺好的。行，那我们开始草啊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呢是五彩冠龙，你看它的身长约3米，生活在侏罗纪的晚期，食性呢是肉食性。你知道肉食性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怎么不吃啊？这个时间还是泡面，我有点实在对自己下不去这个狠手。哎，那你
少吃点面。哎，多吃点蔬菜，这样会不会好点？去！怎么了？啊？五月，太巧。摔死蟑螂之后，蟑螂内脏会外露，无数的蟑螂卵会四散开来，进而加速繁殖。怎么办啊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开水烧。哎，五月，你去哪里啊？烧水。真的，雨石，没有再发现什么可疑目标了。关灯了啊！等等，不会吧？你还想让我再检查第三遍啊？今晚你陪我睡吧。心事啊？没有。你这个回答呀，就如同喝醉了的人说自己没醉一模一样。要我说呀，你这就是心病，心病还得心药治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在你心上系铃铛那个人不要太明显好吧。行了，彻夜未眠的黑眼圈先生，赶紧移交车钥匙，去车后面消消黑眼圈吧。你能行吗？切，能行吗？车龄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来，注意安全。嗯，去吧。走错了？没有。您已偏航，请重新规划路线。因为信号偏航了。没事。
下个路口右转再右转，应该也能到。停了，在哪儿啊？什么情况？车为什么不走了？不是右转再右转就到了吗？谁知道，转着转着就没油了。关怀，你应该知道，虽然现在抗肿瘤治疗手段日益革新，但癌细胞也在不断进化，我们仍然无法阻挡大部分患者走向死亡。但在最后的日子里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：一是治疗不足，也就是说，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，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；另一种则是过度治疗，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最后一息，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。临终关怀的诞生，打破了以医生为主导的治疗模式，将服务目标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，转向减轻痛苦，让每个生命带着尊严谢幕。这就是临终关怀的最高使命。最远的雨降落地平面，带上你心里的雨，下在海岸边，流星划过在秋天，消失天际线，想和你看日落海面，转在年轮的圈，旧明信卡片，等你画好一个圆，寄回我身边，七月的鲜艳，你还是不舍得走远，你还是住在我心里面。时光的手指尖轻轻地掠过那些无声的湖面，隐藏了多少年走过的路，想写进你的故事里面，不再见
说再见，让你去冒险。记忆中你的脸，慢慢的，悄悄，轻轻，念念，消失在落日海面之前。许过的愿，像流星落在你的身边。再相见，你还是从前，翩翩少年。